罗加包就已经过100了。C 罗是13了。C 罗助跑直接选中，漂亮！哎呦，这个球打得真的是漂亮！卡哥他妈两个单刀门，对面就一脚射门。还有决赛的海报呢？这个都有。好丑啊！不行。他不得机器好了吗？要么你们就换机器，对不对？放重庆的原因是什么？半决赛我们打长春亚泰。再看一下，这一次进攻还没有完，继续顺球转身，佩里西奇大门，哎呀，选择了打近角，有点意外。继续传了一个 V 字拉球，大门传角有补射吗？啊，有了皮尔洛，皮尔洛，传球差点失误，禁区内一扣，大门，哇、哦，这个球直接是打偏了。ESCC， 我觉得无论如何怎么想办法，如果拿冠军了，要留一笔奖金。比赛进入八进四，我们对泰国的 B 队，当时我心里的胜算几率是各50%。在不低的不能力，是历届以来唯一一次感觉我们真的压力。